要出国佚佗，钱无够不要紧，这个旅行社是真大心，坐这个廉价航空飞行机票，予你分期付款，阁免付利息。这个旅行社第一届推出这种的飞行机票十二期分期的专案，到热门的国家，像韩国、菲律宾、泰国等等，一个月唔免200元就会当飞出国。另外，团体旅费嘛通用哦，到韩国算5天，上届班机的一个月唔免1000元。东京铁塔、上京新社拢是热闹的景点，随旅游市场的景气，哪来哪好，民众拢想要去世界各国。不过想要出国佚佗，都要开真侪钱。到旅行社头一摆来推出俗价航空机票分期付款。旅游行程自由行机票最高就可以分12期就可以前往了。旅行社定位接袂离，因为逐个月安尼留，阁唔免利率，会当减轻旅游的负担。某民众愈想要出国，来看俗价航空。机票分12期，台湾好航飞到韩国、釜山、首尔、热闹的景点。另外，亚洲航空飞菲律宾、泰国、马来西亚，安尼飞一抓上加2000元来算，大个月唔免200元。因为像我们的客群，其实年轻人跟小资族蛮多的，那对他们而言的话，12期分期其实是非常轻松的一个支付方式。民众询问度的话，基本上还是以亚洲邻近的地区，像是日韩或者是东南亚这种短线的旅程询问度。会比较高。除了俗价航空机票，团体旅费买单，逐个月六分12期，日本算5天，一个月付2000元；泰国、越南4天到6天，一个月付1000元；韩国算5天上俗，一个月免1000元。北京旅行社嘛讲，整个单拢会当分期付款，不过疫情过，每人才会特别多。旅游成本变得越来越高，那所以相对之下，就想要用分期来减轻他们的付款压力的民众，就会相对的。提升蛮多的。那我们的分期的一个规划大概是从3期到12期不等。不过，买注意为旅行社亲像详细有规定上价计少，即当分期付款。旅行社拢来推出这个制度，就是要让民众出国佚佗，唔免做一届开收一钱。我是吴怡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